高单价还有高毛利，订单增加，又逢秋冬装出货的高峰。巨阳八月份的合并营收是20亿元，较去年同期成长30%，创下今年以来的单月新高。巨阳表示呢，第四季的接单，还有明年春夏的服装以及呢冬衣的追单的订单确认率已经达到了80%，可以预期今年的营运审慎乐观，优于去年很多。